单次改批次啦，这个也是从那个前面讲过的，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sub 批次筛选业务这一个，把它怎么样呢？把这一个哈，整个选起来，选起来之后按右键复制一下，我的习惯把它复制贴到上面好了。那名称稍微改一下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它基本上呢，我把这个叫做批次筛选，不要业务哈，就是叫批次筛选。以后的话呢，将来如果说有几个栏位呢，包含业务、产业别、产品、客户名称，只要是文字栏位，通通都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呼叫它就对。所以呢，这个程序有点是被呼叫的一个共用程序。那共用程序的特性哦，就是说它不能单独执行，它一定要被呼叫才能执行。这点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说，哎，老师，那为什么它不能直接执行？因为你要丢引数给它。它才能够去执行后面的。那哪两个引数呢？基本上哦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给它两个引数，这个因为已经啊，第一个引数的话哈，所以后面括弧有两个，一个是清单，一个是栏位好了，一个清单，一个栏位。所以呢，其实共用部分就是这两个，所以这边的话我没有写一样好了哈。那后面我有多加一个 S3 呢，这个当然可加可不加。我刚刚有提过，就是说其实在那个 VBA 里面有个特性，就是说。你可以加资料形态，也可以不加了哈，可以加也可以不加。那加的好处是怎么样？你会比较清楚说，将来呼叫的时候，到底要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他 ？String 的话就是传一个字串，就是文字 ；Sintegr 就是一个数字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整数哦。OK 哈、哦，所以那这个地方改，其实第一个哈、哦，就是把批次筛选业务。业务两个字删掉，加了两个引数哦。OK， 第二个的话呢，把这个地方两个地方清单要改哪个地方呢？所以第一个哦，你要找一下清单。那清单将来进来的话是会是用一个字串的形式来，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一个 A 跟这个这两个地方把它改一下。所以呢基本上哈、哦，我们一把这个 A delete 掉，二的话呢把它贴上这个引数。那其实它引数跟变数蛮像的啦，有点像你传过来，那清单它可能是 A， 可能是 B 的一个字串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假设如果说传一个 A 好了，它会是这样子的形态。那如果你丢到这边来之后的话，一样嘛，一个 A， 啊，你要怎么变 A2 呢？就是 AND 2，所以它最后串在一起有没有 AND 2？那串在一起之后的话，结果就是 A2 了 ，OK。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哈，那一样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是变 A， 所以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个清单哈一样，把这个盖过去就可以哦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那将来如果它一个 A 过来，那就是会是把它直接就带 A 栏。那另外的话，这边本来是3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栏位怎么样，这两个字哈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数字嘛。前后没有双引号是数字，所以将来如果给它3带过来就3，给它4它就未来是4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把那个共用的程序写好了，应该懂那个聊那个部分吧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呢哈，只有改这里哦，所以基本上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，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困难哈。这个，然后这边改一下，这边改一下，这边改一下。那将来他就是把清单拿过来丢到这边来，丢到这边来，栏位丢到这边来，其他不用动 ，OK， 这样都共用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处理什么？因为它是共用程序，所以它是被动的，它不会是主动的哦。所以你一定要呼叫它才能执行，它不能说啊，我现在直接执行。像我们之前有同学看到就想说，我直接执行，你会发现你游标放这边哈。执行它跳出什么？它不给你执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后面缺了两个引数给它，它没办法执行啊。OK， 所以要怎么执行它呢？一，把批次筛选业务这一中间的程式怎么样？把它去掉。好，然后呢，用 call 的方法，这边都这个把它删掉，留一个 call 好了。call 什么呢？就 call 它批次筛选。有没有啊？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啦，偷懒一下，哦，按 Ctrl 键，复制一下，括弧前括弧，前括弧它会出现说，
你给我一个清单，那这里啦，那我只是简略啊，名称，因为之前同学一直搞不清什么叫清单，我的意思是说清单的第几栏的意思啊，或者你也可以什么名称改一下，清单，第几栏也可以啦，反正只是名称长一点的引述而已。那我要 A 栏，好，所以我就把 A 栏告诉他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就直接把这边改成有没有啊？一定要是一个，string 哦，有没有？它会跳 string， 所以你要给它一个字串，好，所以双引号 A， 双引号逗点第几栏呢？我要第 s integer 有没有 ？integer 记得哦，你只要看到关键字，所以写程式的时候哈、哦，切记就是一定要那个，因为有的时候哦，同学那个观念有时候。关键的地方你不要急，反正一定要先看懂再说，不要好像似懂非懂。integer 记得哦，这个关键字哦，一定是要个整数，所以给它三，刮胡 ，OK， 这样的话批次筛选，就完。批次筛选业务就是给 A 栏，指的是清单的 A 栏，三指的是查第三栏，好、哦、啊，批次筛选业务也是一样，所以把这一段，哦，这个把它删掉。然后批次筛选的话，就是把这个，当然快一点把它，把它复制一下。我这边这个把它删掉了，那把它改一下，这个应该清单里面的 B 栏，然后查第四栏。OK， 好，改完了。改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基本上哈、哦，这边我一样，这边有设两个按钮，我按一下批次筛选，然后我设中断点。那本来这边有一个程式，你会发现。它突然变得非常的清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直接呼叫，然后丢两个东西给人家，好，所以 call 过去之后的话呢，它把 A 给带过来了，所以这边哈、哦，这边应该会带一个 A 过来，这边会带一个3，那它就把它传过去，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，直接就把我们要的相关的资料做出来了。那批次筛选产业别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也是很清爽，只是带一个 B。带第几栏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一样过来，然后把 B 跟4带过来，然后一样去 call 什么，就是底下都一样，所以会先把旧的删掉，然后呢再去查 B 栏。 OK， 那依此类推了、哦、如果说我要批次筛选、产品跟客户名称，其实做法一样，但是因为我清单这边还没有加，所以、啊、如果你要做、产品跟客户之前，一样先产生清单，二再去把它用 call 的方式就完成了。OK， 好，所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哦。